我给小柴带点药，借给他吃。你肚子饿了，就是给你带来吃的。他今天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他肯不肯吃东西啊？ 千辛万苦的把你从德府里救出来，你一定要好好的为自己活下去。答应过厉寒，要好好照顾你。就在这货仓里，我跟厉寒，我们说了很多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看这个，看了这个，是不是就信了？ 厉寒，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个交给你。小柴，厉寒对你的感情是至死不渝的，是至死不渝的。要是早一步把这东西交给你，事情也许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 事情去办，先走了。柴，记得，药一定要按时煎给小柴吃，好好照顾他。嗯。柴，不是你说过了吗？我把你们留在这儿，绝对只是为了安全，因为这货仓附近不会有闲杂人进进出出的，至少你们可以安全的在这里待上一阵子。 等等我吗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？不告诉我，要我自己猜。今天是不是到同仁堂去过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关心你啊！别忘了，我是你丈夫。你的一举一动，我如果不知道的话，那怎么叫关心你呢？嗯？什么地方不舒服？大夫怎么跟你说的？ 你猜大夫怎么跟我说的？他恭喜我，恭喜我说我要做爹了。你都已经知道了，不然我怎么会这么高兴呢？还有于强，待会他来的话，我头一个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<笑>怎么了，锦云？你好像一点也不开心。够了，你不要再对我虚情假意、冷嘲热讽的。你明明知道。 这孩子不是你，不是你的，对不对？谁敢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的？你敢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吗？啊？好，那你说，孩子是谁的？谁的？你放开我！说不出口是不是？那是因为孩子的爹是一个德府赘婿的跟班听差的，他是一个……你不要说。 没错，是于强，是于强的孩子，你满意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这于强人不但机灵，而且动作还真的挺快的。哎，但是你呢？养在一个官家花园里面的千金之躯，就这样子随随便便的被一个下人给糟蹋了，未免太可惜了吧？千金之躯。 千金之躯又怎么样？在你眼里，我恐怕还不如一具阴人的死尸吧。打从一开始，你就没有对我用过真心，动过真情。而我呢？
我去处处的迁就你，讨好你，我得到了什么？啊？冷落、屈辱，还有玩弄，你迷信自我，不是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不如一具死尸，而你在我眼里，就是不如一个下人。对，所以你就冠冕堂皇的把这顶绿帽子给我戴上了，对不对？说的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么悲哀啊，很多人站在他不该站的地方去做他自己很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所以你不该怪我，真的，你不但不该怪我，而且你应该好好谢谢我，要不是我给你们这么多机会，到于强他怎么可能会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坦白说，于强这次他帮了我很大一个忙，真的，否则我下一步还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讨你爹的欢心。好，礼物是现成的，走，去告诉你爹。不不，你放开我，我不能让我爹知道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放开我，这是喜事，为什么要怕你爹知道？那这些事还瞒得住别人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走。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想不开呢？我说过我不认这个孩子了吗？你尽管放心，人前人后我一定会认这笔账。你要是这么冲动的话，不但会伤了你爹的心，而且还会毁掉三条人命，何苦呢？至少孩子是无辜的吧？除非你不在乎孩子跟于强的死活。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让我怎么做你才满意啊？其实也很简单，吉米，只要你跟我合作，让我把我该办的办好了，你就好了。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着想的，就像我当初一开始跟你说过的一样，我真的不想伤害你。嗯，走。你要做什么？走，去见你爹。你知道我真的很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他听说你怀孕以后脸上那种表情。不要，我不要。走走，这真的，只要他高兴的话，我什么事都好办。只要他高兴。不要，不要。走啊，大少爷，我该死，我求求你，原谅三小姐。何必？你已经帮了我爹那么多的忙了，这次总算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才对。走，大少爷。你是个那么聪明的人，不至于愚蠢到自己闯了祸还要去跟我爹顶招了吧？这个事要是传出去的话，不但锦云没办法做人，我爹也不可能会饶过你的，你明白吗？走了，锦云。三小姐，三，你说这锦云他有身孕了？是啊，爹。今天早上才到同仁堂去让大夫给瞧过的。哦，哎呀，恭喜三小姐，恭喜老爷子啊！哎呀，锦云呐，你这会儿感觉到怎么样啊？哪儿不舒服啊？还是想吃点什么？我让德福赶紧给你准备啊。爹，我，好，爹，锦云呢，他胃口一直不太好。其实我早就该知道的，怨我自己太大意了。哎呀，这你又没这个经验。哎，锦云呢？这胃口不好也得多吃一点，多进进补啊，先打好底子，才能给爹生个白胖小子，好让爹含饴弄孙嘛。啊，爹，我会的。啊，哎，好好好，爷，锦云有了身孕，你就不要东跑西跑了，多准备点时间陪陪锦云呐。啊，是，这我知道，我不会乱跑的。爹，这到底是您第一次抱孙子吗？哦哦哦，好好。爹，有关您跟我提过的那笔捐款的事情，我已经跟老头子提过了，他答应了，虽然有点勉强，而且时间恐怕也不能太长。多久？一个月。行，就一个月。哎呦，仁杰，你总算替爹啊缓下这一大口气了。我也跟汇丰银行查过了，这笔款子后天就能到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有这笔捐款垫进来，咱们庆字号就度过这一大关了。哦，对了，仁杰，你怎么跟老头子谈的？要他垫捐款一个月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！爹，
其实现在不管我跟老头子提什么，我想他都会答应我的。哦，这么有把握吗？别低估他了，他是只老狐狸啊。就算他是只老虎，我也不怕他。俗话说得好，虎毒不食子嘛。对，更何况景云有了身孕以后，他就算不看我的面子，也会看到德家的孙子份子上。你说景云怀孕了？是啊，爹，您应该也很高兴吧？虽然这孩子不幸福，可是就算养别人的孩子，一样可以好好的栽培，好好的利用。所以爹，以后要是有任何事情，尽管跟我开口，我来跟那个老头子周旋。我现在已经知道方法，怎么制住他了。那咱们联手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？原来这是他入赘德府的原因。从一开始，他们父子就互相不信任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。可是我一次只能听一个人的话办事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我是怕我说了你会。三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还是你的三小姐吗？你吵起来，我不怪你的。从头到尾，我都没有怪过你，你对我是真心的，对不对？我发誓，我对你是。够了，这样就够了。那我们现在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不会再让他这样子玩弄我，利用我。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？我知道我这样说，你会觉得很可笑，笑我不自量力。可是眼前这个局面，如果我不带着你走，我怎么保护你跟孩子？带我走，我是怕你过惯了舒服的日子，吃不了苦。可是我愿意立刻早差事来养活你跟孩子。你强，你答应了，你答应跟我一起走了，是不是？我愿意，可是我不能走啊！如果我们这么一走，人家他爹跟我爹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不会对我怎么样，可是他们一定会对付你的。那就到时候再说嘛，说不定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走远了，他们找不到了。不可能的，就算一时他们找不到，我爹他也不会放手的。与其这样子躲躲藏藏，还不如勇敢一点去面对一切。所以我不打算逃，可是你一定要走。如果你不走，那我于强，这回你一定要听我的，否则等到事情被揭发了，我也救不了你啊。不，我不走。景云，就算我走了，大少爷他也未必肯放过我的。我不会让他对付你的，你放心。我这有一些钱，你带着。不，三小姐，你到现在还叫我三小姐。景云，你走吧，走，你走啊！再让你耍着我玩的，你不是最怕我爹吗？一物克一物，我对付不了你，我就把你交给我爹。不跟你这臭娘们怄气了。
吃亏的还不是我自己吗？我还得留着这口气好好抱孙子呢啊！爹，锦云呐，你不好好待在房里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三小姐吉祥，我有件事想跟爹您说。哦，啊，德福啊，这儿没你事了，你忙你的去吧，不用伺候了啊。是。什么事你说啊？爹，我……嗯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啊，说啊！爹，女儿不孝，你一定要原谅我，你一定要原谅我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起来！你有事好好说呀、啊，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啊？啊？我是有身孕了，不过，这孩子不是人杰的。这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爹，人杰自从成婚之后一直到现在，从来没有跟我同房过，从来都没有。他进德家只是为了德家的财产，他根本就是不喜欢我的，甚至他心里已经有了别人。所以，不管你是要打我还是骂我，我都要告诉你，这孩子不是人杰的。那是谁的？是。是谁的？走，还想给你留点面子，结果你自己都说出来了，我也没什么好顾虑的。于强，我只担心你。走，爹，这么一来一回，不必我说，你也应该知道锦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了吧？爹，不要救我！三小姐，三小姐，把他拖出去砍了！爹，不关他的事，一切都是我愿意的，我心甘情愿的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要报复人杰。这个贱货！爹！大夫，你爹怎么样了？三小姐，这种病可是一发不可收拾。德大人，这下子恐怕要慢慢的静养了。宫里头有那么多偏方，难道就……三小姐，就算是皇太后，也有个时辰的，不是我不使力，而是我使不上力。头两天我就特别提醒着德大人，脉浅而粗，双目红浊，盗汗不止，这就是中风的前兆。不料今天却激怒宫心。哎，三桂，你情况怎么样？三桂，不准你靠近我爹半步。你以为我希望看到现在这个局面吗？锦云当初是你自己要把那些难听的话说出来刺激他，是你想用他来对付我，不是我把他气成这个样子，是你。你不要说了。你爹既然现在已经病得躺在床上，一定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德府这么大，上上下下百来口的人，该怎么办？哎，你爹做事一向是所有事情大小全部一把抓，里里外外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他。生意买卖这么多，外面铺子又多得数不清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没有人立刻出来替他打理这一切的话，只要他病倒的消息一传出去，所有的局势一定一团乱。哎，这种事情不是哭就能解决的。既然你爹一向是最疼你，你在这个时候应该替他拿个主意嘛。还有，外面那几房的姨娘正在联合起来准备怎么对付你，你心里一定要有准备。在这个节骨眼儿，能帮你的人，除了你还有谁是吗？我可不想去趟这趟浑水。你进德府不就存心要来趟浑水的吗？你现在都看到了，你该满意了吧？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谈这些，我要照顾我爹。
外头的事，谁愿意做你就去做好了。那好，那你专心照顾你爹好了，外面事情我替你打理。还好你爹外面的买卖呢，我还知道一些，应该呢，很快我就能够进入状况了。二姐，你自己的身子，自己一定要保重。我走了。在府里呢，数起来应该就算你是待的是最久的了。在老爷子身边，大小事情也应该就属你最清楚。老爷子现在卧病在床，三小姐呢又怀有身孕，所以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所以我就必须要多出来张罗一下了。是啊，三桂，现在府上大大小小的事情，还不是由您做主了吗？哦，不不不，倒不是这个意思。知道了，府里这么多人，人多嘴杂。可是呢，这么多事情还非得有个人出来拿个主意。所以德管事，我希望你能够尽量多帮帮我。哦，三桂，您放心，我德福啊，一定尽全心全力帮着三桂爷李家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我现在先交代你几件事情：第一，把家里所有的账册拿出来，我要清点。我要了解。是。第二，通知府里面各院的姨娘们，老爷子虽然卧病在床，但是他们每个月应该分的月例，一毛钱也少不了他们的，会照样分给他们，叫他们安心。是是是。第三，老爷子卧病在床这件事情，任何人都不准到外面去张扬，否则我一定追究。扎。还有，第四，老爷子是不是把库房的钥匙交到你的手上了？这回三姑爷的话，老爷子是把这把钥匙交给奴才保管。我想清点一下库房，所以能不能把钥匙交给我？三姑爷要仓库的钥匙，可不巧着了，奴才没带在身边呢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会忘记带在身上？那把钥匙我藏得可隐秘啊，外人是找不着的。明天一早把它找出来。拿给我。打。没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好，奴才告退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不管我做了什么，也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我是一直放在心里的。我希望你也能够记得。至于说于强，我是不会对他怎么样的。最起码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吧，孩子生下来也应该有个亲生父亲，对不对？多谢你的慈悲为怀。你现在可不告诉我，请你告诉我，于强他现在在哪里呀？他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但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万一你去把他给放了，会破坏掉我整个计划。等我把所有事情都办完以后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到时候我会把于强，还有整个德府，全部一起还给你的。还给我什么啊？从我认识你开始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没事，没事了啊，你把外头收拾收拾，你先回去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谢天谢地，这笔光款总算进来，有了这笔光款顶一下，钱庄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。大三爷，你还没回去？ 刚收到一封汇丰银行的汇票，我交给了张叔，我正要回去。啊，大少爷，还没什么事情吩咐？没事，我找张叔。哦，张叔，他在里面，忙了。好，辛苦你了，先回去吧。好，大姐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 大少爷，您怎么有空到钱庄来的？啊，我路过这儿进来看看。钱庄最近还好吧？哎，哎，马虎，撑得过去，撑得过去。如果没算错时间，那光款今天一到，我爹就可以喘上一口大气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是是是是，老爷也正急着等这笔款子呢。可是这个汇款还没到，所以恐怕一时还……其实我爹心里。 他这么顾虑也是多余的，钱庄里只要有张叔您在的话，天大的麻烦都能解决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少爷，您真会开玩笑。哎，您坐，我给您倒茶。那么客气干什么呢，张叔？您真把我当外人了吗？啊不，其实论资历、论经验、论手腕，你都不在我爹之下，该跟您学子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大少爷，您真会开玩笑。 我只是替人刨点办事的，怎么能跟大少爷相提并论呢？问题是我爹并没有把你当成小角色在用，否则他怎么会把钱庄里这么大小的事情全都交到你手上来处理？不但不是个小角色，而且你还是个帮他杀人灭口的帮凶呢，对不对？哎哎哎哎，您这是干什么啊？干什么？你对别人干过什么，我就对你干什么，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这，嗯，我不明白，大少爷。 我也不明白，叶姑娘跟叶母是到底跟你有什么仇？你要这样子害他们？大少爷，这是老爷吩咐的。既然你这么听老爷的话，你就应该比他先上路，先到阎王爷那儿去跟他打点一下。大少爷，不不不。 说过了吗？我现在带你们出去，小蔡还会有危险。不过快了，再过一两天，事情就可以平静，我就可以带你们出去了。这是我刚给你们带来的药，小蔡也没一点起色。小蔡，告诉你一件事，听了你一定很开心的。德阳仲倒了，他完了，他中风了。现在他再对付不了谁，再也威胁不了谁了。 现在只能躺在那里，眼睁睁地看着他骗来的财产一点一滴地散掉。这恐怕比你当初要杀了他
还要让他更难过。暴露。小蔡，听了这个事，心里会不会稍微舒服一点？蔡，还不行。虽然现在他威胁不到你了，可是我要对付另外一个人，我要对付这个人，我就必须要全力以赴，不能有任何的后顾之忧。所以还不能带你们出去，但是只要等这个人一倒，等他一倒，所有事情就都过去了。我还有事，不能耽搁了，我也许待会再回来。有人在里面吗？有人在里面吗？喂，我明明看他从那边走出去，难道我会看错？哎，你是小蔡姑娘是吧？我是小蔡子。你是蔡儿子？谢天谢地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！我去找人救你们啊！你不要害怕，我马上就来。三爷，不好了，张叔拿枪自杀了。什么？你听谁说的？我亲眼看见的，就在钱庄里。三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张叔的事我已经告诉三爷了。哎呀，不是张叔的事，三爷是陈战。陈战怎么了？天津方面刚刚来了一个电报，说咱啊1号2号仓库所堆积所有的生丝啊，昨天晚上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啊。三爷，还有更不好的事。外头谣言啊满天飞，说张叔啊是因为亏空啊，所以呢就在钱庄里面呢畏罪举枪自杀。这个钱庄外面有大批的客户啊，急着要提现，小的呢自知能力不够，无法抵挡，所以我就叫兄弟啊赶快把门给关了。不准也得挡啊，要不然你这个挡手大哥干假的。三爷，这会儿该怎么办？你们都出去，我一个人静一下。可是三爷，我说出去。掌柜，三爷，昨儿个晚上，大少爷有没有到钱庄去？有。什么时候？傍晚。我当时我正要走啊。那钱庄里呢？还有张叔一个人啊。我明白了。掌柜，你就告诉所有庆字号的客户，说张叔没有亏空。也没有自杀，他是被谋杀的。钱庄等官府派人验尸之后，就会恢复营业。三爷，这个钱庄柜台的现金有限，还有别的分号。照我说的去做，快去呀！是。还有，今天会有一张汇丰银行的汇票寄到，你要保管好。哎，三爷，这汇丰银行的汇票昨儿个就到了。什么？昨儿个就到了？汇票一到，我就马上交给张叔了。大少爷知道吗？知道，我告诉他了。三爷，三爷，滚！我叫你滚，听见没有？好嘛，杀人，烧残战，钱庄挤兑。你想把庆字号给整垮，你想把我给击倒，你在做梦。20年的养育，该我们算总账的时候了。三爷，三爷，是不是真的有人故意要整你啊？到底是谁想整你啊？是不是那个德养重？
儿子。他？这怎么会是他呢？他是您儿子。再说庆子浩也是他的，怎么可能会是他呢？如果他是我儿子，他不会。如果他是人家的儿子，就算是养了他20年，时候到了，他也会翻脸不认我这个爹的。三爷，您的意思是，他现在反过来帮着那个姓德的来整你？他妈的！我早就看出来，当初他入赘德府，压根就不是去对付那个姓德的。哼，他这个心计也未免耍得太阴狠了吧？哎呀，铁蛋呐，当初我就反对他入赘德家，谁知道他一番说辞，我才同意了这门婚事。没想到他一进德府，见了老头背后的金山银山，就把我这养他拉巴他的爹给忘了。畜生，这他妈畜生呐！三爷，你可不能再让这个小子瞎整下去了，再整下去，这亲子号就垮在他手里。你这辛辛苦苦一辈子经营的，铁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我自己，那你担心的是？佟四少，玉官，你担心玉官干什么？这事跟玉官有什么关系？铁蛋，你忘了，玉官他爹是被谁陷害的？德阳仲，这个人的名字我到死都不会忘记。二人间，他现在帮的就是你到死都不会忘记的那个人。哎呀，无巧不巧，前一阵子人杰在这儿见到了玉官，他还说，迟早不会放过他，要找他呀。没错，没错，上回他就跟我打听到玉官的住处啊。你告诉他了吗？我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防他呢？所以事不宜迟，铁蛋，你立刻去，把玉官和他家人带走，带到你娘住的地方去。要快，要快，快去啊！是，我这就去。这小子别让我碰到，你看我怎么对付他。三爷，该对付他的人是我。铁少爷，铁少爷，怎么样？我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对，我找到小钗姑娘跟彩儿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带你去。走。啊，来，我小心烫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好。好，搁着。哎。哦，你倒好啊，我沏了茶，让你来献殷勤。啊，没有，我是怕你累嘛，怕你。怕我动了胎气是不是？二娘啊，你教教她嘛，这女人怀孕又不是生病，就算我整天躺在那儿，娃娃也得怀胎10个月啊。你不要说官儿紧张，您二娘都紧张不得了。二娘没怀过孩子，虽然连看着夫人生了4个儿子，但是这种事情啊，自个儿没有切身的经验，二娘自个儿心里头都是7上8下的。二娘，我知道这些年要不是为了我。为了你，难道不值得，不应该吗？傻孩子，再说自个儿生的，可能都比不上你们前头这4个。是谁啊？啊，古大少，你怎么会来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呢？二娘。啊，你认识我二娘啊？我们见过。上回就是他帮我们把那块玉给找回来的。哦，就是亲自好三爷的儿子。就在这。小钗，师傅，铁蛋。哎，彩儿在里面。啊，有彩到。小钗，小钗是我啊，我是铁蛋，
我来救你了，小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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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蔡怎么会变成没反应呢？体操，别问那么多了，咱们救人要紧。万一那牙行大少来的话，咱们人就救不成了。小蔡，小蔡，你不要怕，有我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切有我。不管你有什么血海深仇，一切有我。Thank you.